大家好，我是凯莉冯，亚裔家庭服务中心全国执行总监。我住在奥克兰，我选择接种新冠疫苗，因为这是保护自己、家人和社区安全的最好方法。接种疫苗非常简单，我通过新西兰卫生部网站预约我的疫苗进行预约。另外，您还可以直接拨打0800-282-926进行预约和咨询，也可以直接去接种疫苗的指定地点，直接接打疫苗。在新西兰，所有人都可以免费接种新冠疫苗，不论你是公民、旅行签或者正在申请签证、国际留学生等等，所有人都符合免费接种的条件。你不需要注册医疗系统，也不需要注册家庭医生，你都可以接种疫苗。新西兰正在使用的是辉瑞疫苗，我知道辉瑞疫苗符合清真认可、犹太认可，并且不含任何动物成分。从9月1日起，所有12岁以上的人士都可以接种。为保护所有人的安全，请接种新冠疫苗。